有白色的猴子吗？没有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打个蒙多可烦死了。我就是太极掌门人，全军出击。这中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干啥呢？这嘎里奥干啥呢？嘎里奥掉线了。这把要留局了，中路直接退游戏，除非投降了。要不然我们是不会留局的。妈的，这都啥年代了，还有人玩蒙多？不过蒙多加强了，但我觉得加强了也没用。在现在这个谁逮谁秒的时代，加强了又有什么用呢？跳上来锤。跳上来锤。锤！跳上来锤一，晕，锤！哎呀，被他砸了一下。没事，他已经没有药了，我们升个三就可以杀他了。先把药吃了。这波应该能越塔。致命点燃，接平 A， 接闪现走。先来个长剑加短剑，再来一个针眼。他不让重新的什么，不让重新连，那就没办法。锤，重锤开 E， 锤晕，锤，这蒙多稍微有点狠呢、哦。这波呢，兵其实是有，我应该直接干他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直接干他，应该能把他杀了。兵稍微是有点多，我们有点走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 E 完他走的，但是他不让我走。有点狂妄了，像这波兵线是不应该找他打的，知道吧？我没想到这蒙多突然之间蒙起来了。他这蒙多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猥琐，
就是一直 Q 兵 Q 兵 Q 兵，没发现吗？突然之间猛一波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降下来锤，重锤，开 E， 走位。大娘了！哦，蒙多觉得你是个大娘吗？哎呀，这也能撇着我！蒙多觉得你是个大娘吗？看他追不追吧。哟我操，给我换了，但是这波给打了他一个闪现，还行。等我们破败出来打他就比较疼了，帮你打一波，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的爱，好吧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皮肤感觉好怪哦。锤锤跳下来，重锤锤，开大招晕锤锤，重锤锤，重锤接重锤接平锤，跳下来锤。这蒙多的英雄还是不行，你看这波我没点盐，我啥也没有，他都打不过。这皮肤帅帅是帅，我是感知不到我的平 A 呀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能重锤。锤重锤锤锤晕重锤锤跳走再见。害追啊，那这害追确实不太应该呀，多少兵没吃着啊，还不追。害追是吧，继续追。以前真有个玩上单机器人的，那不黑店摆地吗？关于我的传说。
还有 TP 了，有就有吧，没关系。跳走，走位重锤，重锤，锤，晕锤，锤，重锤。我感觉我每一下都是重锤呀、啊！压拉锤，重锤，跳下来重锤，晕，吃药，锤，跳下来锤，重锤，走位，锤，锤，重锤，这就没办法，这三个人啊。原来你在等队友啊，我说的呢。我不是说装，我在他面前回城，我在勾引他，他是不是把自己闪现交了？他自己跑过来打我，把闪现交了，那下一波他再来，他是不是要死？怎么这叫装呢？怎么就装了呢？那主要不是服务业哥来了吗？那服务业哥，那好端端的服务业哥跑过来了，让我来探一下。现在有个问题，你说我这个峡谷先锋我是放哪呢？我是放中路呢，还是拆上路二塔呢？我觉得我放中路吧，放中路吃钱呢。放中路能吃钱，放上路有什么用？要一手吧。哎，320，不愧是300块钱的皮肤，太帅了！这300块钱呢、啊？这个皮肤，299吗？我忘了，多少钱这皮肤？没有300块钱皮肤啊，凭什么卖300啊？有红吗？没有红。假的。也不让人活了呀，这我一看呢，这顿追呀，咱要干啥呀？作死是吧？啊，这不作死？我看看，我一开出来怎么还能戳着呢？奇了个怪了。
Rampage。我这把直接来攻速海，嗯，我们直接攻速海。Unstoppable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尬聊我没给你啊，你给就没给吧，没关系。我们下路带波血。呀，服叶哥。看看下路几个人守啊，看看他们家这维恩，我鬼畜了上高地吧，啊，飞呀，这锤石，锤石咋不上呢？锤石带的爆破是为了什么？你咋不点一下的呢？那爆破，我们现在是上去找维恩，还是去下路带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找维恩去吧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卡萨丁是个祸患。现在是21-29，对面两个后期英雄啊，尤其是卡萨丁。来跳回来，锤开 E 晕，锤锤动锤，几个人，三个人，那还好吧，这波二打三应该能打。我先跳他一手，把红打了，红打完以后让对面来，不打了都，看卡萨丁搁哪啊？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先杀卡萨丁，先杀卡萨丁，嗯，先把卡萨丁拿下，敢飞我脸直接开 E 给他锤死。打大龙吧，回家，来一个拉克斯特护手，看看啊，再出点什么呢？这卡萨丁，我来个巨酒吧。
原来武器大师这个是航空母舰，后边有小飞机。现在剩四个人，我们一打四应该没啥问题。锤重锤，致命点燃。差，点燃都打不过蒙哥的大招，点燃的虚区也太低了。你真敢飞呀！我一锤子锤死你！你再飞我一下，瞅啥呢？怎么还卡住了呢？咋的呀，卡萨丁？这不锤你吗？卡萨丁，就杀卡萨丁啊！锤重锤，叫上来重锤晕，先拆防御塔，闪现跳上来锤，重锤，跑往哪跑？别人不杀就杀卡萨丁，寒冰没有用。掉上来锤晕，收爆车，我看还剩几个啊，对面剩三个，掉上来锤重锤，刮痧吧晕，哎呀呀，哎死了，哎呀，我就是奥运。